再浏览一下今天的明星微博。那一向爱搞怪的歌手陈奕迅在自己的微博当中呢，晒出了一张与歌坛前辈林子祥的合影。和前辈在一起也是不改他自己搞怪的本色啊。那陈奕迅呢，摆出了和这个林子祥是互掐对方脖子的姿势，并且开玩笑的称两个人就是死对头。而且呢，也有网友就是顺势调侃了，设计了一段对白。陈奕迅说：“你唱的《冲上云霄二》主题歌，观众都说难听的不行了，那还是用我唱的《岁月如歌》吧。”林子祥大怒，于是就互掐起来了。好的，今天的新微博就是这些了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精彩稍后继续。